这两边哈、哦、都是度假村的、啊，都度假的农场。那个以前我们长期的要选那个灵修的场地啊，我特别还来这边，每一家都问问看它的价钱怎么样，哪边可以，哪边好玩。我来住过吗？那个住过是住了那个什么？上次我带了一个团是住在那个冯来西生态农场里面。